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Chris。那最近小米有办活动嘛，所以有不少人有预备打算买小米的新的智能产品设备。不少人跑来问我说，这些设备可不可以装在绿米的网关里面？经由这些对话，我就发现大家对于智能设备常见的三种无线传输规格不是很理解，所以我今天就借由这个影片，用很简单的比喻来帮助大家了解最常见的智能三种规格：WiFi、Zigbee 以及蓝牙。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，就是在我的右手边，就是我们的开关嘛，那这些开关就是 WiFi 的，那在正前方这些就是绿米的设备，那它们就都是 Zigbee 的，以及左手边这边是小燕的开关，主要它们是有蓝牙跟 Zigbee。那我现在示范的是用蓝牙的部分，去连接到我的手机里面去，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有三种规格。其实我刚刚说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，就是你把这三种规格想象成，WiFi 是我们在讲话的中文，那 Zigbee 呢就是英文，如果是蓝牙就把它想成是德文。所以现在就是有中文、英文跟德文。那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机，你会看到你的手机，现在的智慧手机呢，就是都会有 WiFi 嘛，然后会有蓝牙。你就可以从刚刚的举例，就是说我们的手机它也有中文的功能，它也有德文的功能，但是它没有 Zigbee 嘛，所以它没有英文的功能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我们的手机有中文嘛，因为有 WiFi 嘛，那要去控制我们 WiFi 智能开关的时候呢，因为它也是中文，中文对中文，它就不需要网关，它可以直接控制。例如说，我现在打开我们的家庭，然后点开智慧开关的 Entity。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，我们的把它打开，有没有？现在这个中间它就打开了。那我甚至来开灯，灯就亮了，有没有？那灯就关了，直接 WiFi 就可以直接控制，不需要网关，因为两个都有中文嘛，手机也有 WiFi，开关也是 WiFi，所以 WiFi 对 WiFi。那它传输的方式就是这样，例如说我要把这个 switch 呢给打开，它其实就是当我在按开的过程中呢，就是会传了一个开的封包。大家看一下这个，我做了一张小小的纸，这就是一个开。当我按开的时候，它就把这个封包传到 AP 这边有一个 AP 嘛，然后它也是路由器嘛，传到 AP，传到路由器，然后呢，路由器呢透过无线去传输到我们这个开关，然后就叫它开，所以这时候它就会开。一样道理，如果今天我们把第三个按钮也按开，假设它开了，那一样它也会传一个封包传到路由器，然后路由器呢再传到我们的手机，跟我们讲说它已经开了。例如说我按这个开，我按开，它传了一个封包过来，再传回到手机，告诉我们说这个按钮它已经打开了。所以 WiFi 就是这样子的传输，这样子来做沟通嘛。这种中文对中文的，它不就不需要有网关？那我们回过来讲这个 Zigbee。那刚刚讲 Zigbee 它是英文嘛？那我们手机只有 WiFi 中文跟蓝牙德文，中文跟英文是没有办法沟通的，你就要有一个翻译机嘛。那你这翻译机才能够去帮你把中文翻成英文嘛，把英文翻成中文。所以这时候就会需要网关，有没有？网关就这样。那你看，像这个网关，它现在就插一个网路线插到这个路由器，因为借由的这个有线插到路由器，或者是借由无线连到这个路由器，它都是在中文底下。那它本身里面又有 Zigbee 的英文晶片，所以就可以跟这些 Zigbee 的设备做沟通。我们来想象一下，我今天打开这个 D1 的开关，那我一样是按 Switch One 打开嘛，我现在按开。这个封包呢，它就会传到这个路由器，然后路由器呢，它借由这个网路线传到我们的翻译机。翻译机现在是中文的嘛，所以这个翻译机就把这个中文翻成英文的开，所以现在这个按钮它就开了。那一样，我今天这个第二按钮，我按手动把它按开开。它一样也传了一个 Zigbee 英文的这个开呢，传到这个网关翻译机嘛，然后又把它翻成中文，传到路由器，再传到我们的手机，告诉我们现在这个中间第二个按钮已经开了。所以，当你手机没有英文的 Zigbee，那你要跟 Zigbee 的这些设备做沟通，你就要有个网关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翻译机。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嘛，好，我们再回来看第三个，就是蓝牙。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蓝牙，那我也装了蓝牙在这边。它传输的方式呢，就跟这个 Zigbee 或者是 WiFi 不一样，因为大家在看我这个示范的时候，不管是 WiFi 或者是 Zigbee，我都有传了一个开的封包到路由器，再到设备嘛，基本上它都会经过路由器。但是蓝牙的部分就不是，因为我们的手机它也有蓝牙嘛，我们在控制蓝牙的开关开的时候呢，它是直接把这个开传给它，你看它就会直接开了。那我直接关就直接关，因为它是直接蓝牙是直接对联，没有再经过我们路由器嘛，因为我们路由器它没有蓝牙嘛，所以它没有办法透过它来传，它必须要直连。
哦，这个道理这样懂吗？就德文跟德文呢，就直接沟通了嘛。因为我们手机也有蓝牙功能，所以它这个开就会传过去。这就是蓝牙跟其他的不一样，它是借由直连。那因为蓝牙呢，它是透过直连的方式在做沟通的嘛，哦，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的手机如果想要去控制你的这些蓝牙开关，你就是要你的手机可以连得上你的蓝牙开关。那例如说，你今天你们家是透天好了，假设有1楼跟3楼分别放了两个开关，当你人在3楼的时候呢？因为你的手机可以连得上就近的这个蓝牙开关嘛，所以它可以在这边进行做控制，因为它连得到嘛。但是你在3楼的时候，因为它在1楼连不到，就没有办法进行控制。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有其他的辅助，例如说 HomePod Mini 在你1楼跟3楼各放一颗 HomePod Mini。当你人在3楼的时候呢，你没有办法直连到1楼，所以你这时候呢，当要控制它的时候，你就要在1楼摆一个 HomePod Mini， 让它来当做一个也是类似像翻译机的功能，就是你在手机呢去控制这个在1楼的开关开，那它就会传讯息呢，传到路由器，传到路由器呢之后再去传到我们的 HomePod Mini， HomePod Mini 再把我们开的这个封包翻译成蓝牙去传给这个开关，它就会开了。那一样道理，如果你今天人在1楼，你想要控制3楼的蓝牙开关，你也是一样，就传了一个开的封包到路由器，路由器再帮你传到3楼的 HomePod Mini，HomePod Mini 再帮你把它翻译成蓝牙的语言德文，它就会开了。所以这就是蓝牙的一个限制啊。所以像我来讲，基本上我就不喜欢用蓝牙的。因为蓝牙的，你必须要在你所有的蓝牙设备附近都有中枢这个 HomePod Mini 来帮你做翻译的功能，不然的话，你只要离它远一点，就没办法控制。所以像小燕这个，它有蓝牙跟 Zigbee 功能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大家尽量还是再买它的网关吧，用 Zigbee 会比较好，那个传输的速度有差，尤其是像蓝牙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哦，例如说，你看我现在把它关掉好了，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它就特别慢，因为它要去做连接的动作嘛，它就必须要你的手机去连接它，这个中间要一段时间嘛，所以有时候一开要好久，你看我现在打开，有没有？现在才开，很久的。那，这个对于比较急性子的我，有时候会受不了哦，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用蓝牙。所以我刚刚说讲，如果你要选择小燕的开关，尽量还是用 Zigbee 会比较好，比较快啊。不然你看，我们今天拿这个绿米的 Zigbee 的，有没有？马上就开，没有第一次的这种沟通的问题啊。然后看一下 WiFi， 看一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马上就开关了，它就第一次，本来就已经连着我手机，本来就连着我的 WiFi， 连着我的路由器的嘛。那这些开关它也是连着，所以他们都没有第一次要唤醒的这种问题。WiFi 没有 ，Zigbee 也没有啊，蓝牙就会有这种问题。然后蓝牙还要在它附近都要有中枢，你才能够远端控制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考试一下，现在小米新出的这些智能的感应器类的设备，哦，像是什么二代的门窗感应器啊，二代的智能插座啊，哦，人体感应器啊，这些等等的，他们都是蓝牙的。那就不要再问我了，因为蓝牙的没有办法装在 Zigbee 的网关底下嘛，因为蓝牙是德文，这个网关它只有英文哦跟中文，它没有蓝牙的功能，它里面有蓝牙晶片的，但是它的固件、它的韧体没有写这些功能上的应用，所以它是不能够去装这些蓝牙的设备。所以以上就是我借由这样子来分享，用中文、英文、德文，你要相同的语言才可以沟通，如果是不同语言的时候，就要翻译机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的分享。那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